吹呀吹，吹得很多东西天上飞。一个女孩在追呀追，任凭东南与西北。一阵风儿它在吹呀吹，吹得很多东西天上飞。一个女孩她在追呀追，追的过程很陶醉。哦，谁能体会？一阵风儿在吹呀吹，风儿吹过之后天黑黑。追风女孩她不理会，任凭苍天掉眼泪。一阵风儿她在吹呀吹，吹得苍天就要掉眼泪。雨季来临不分是与非，眼泪掉了不论喜和悲。啊，谁能体会？你要给我一个机会。啊，谁能体会？把伤感的故事掩埋，雨季不再来。阿姨，嘉伟没事吧？都封成这样了还没事？我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已经封成这样了还有什么好看的？那快点请大夫啊。专家在里面检查呢，你就不要费心了。太太，专家出来了。家里还有救吗？确实没什么可救的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根本就没病，救什么？他没疯。我觉得你有必要检查一下。再见。嘉伟没疯，嘉伟没病，嘉伟没病。哎呀，哎呀，小鹿啊，快快进去。他有病的时候你不让我进去，现在没病了我进去干嘛？哎呀，他没病你可以陪他聊聊天嘛。啊，快来。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这可是你说的，洪家伟。哎，别！我刚才是在那儿抛绣球呢。你让我走，我还不走呢。啊！你刚才差点把我给吓死，我要报复你！不！哎呀！哎呀！打死你！哎！飞天啊！飞天啊！打死你！我！哎呀呀！飞天啊！飞天！好！你呀真没出息，那么大的人了还哭鼻子。哎，谁说我哭了？别不承认了，我明明看见的。说为什么哭啊？还不是因为你呗。喂，你别当真，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。嘉伟，我们谈恋爱吧。嗯，陈露，你没事吧？猪头，你不愿意就算了。谁说我不愿意？打死我都愿意。只是，我还有点不明白。你可真够啰嗦的。我长这么大，还没有谁为我哭过呢。你是第一个，明白了吗？
谁呀？哎呀，来了来了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送保温瓶来了。进来吧。早饭吃了吗？没有呢。那坐着吃吧。谢谢妈。喂，哪位啊？猪头啊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不起床？陈露啊。太阳晒到屁股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想几点起就几点起，别吵啊，我要再睡会儿。怎么不关我的事啊？我是你的女朋友，我最讨厌别人睡懒觉了。喂喂喂喂喂，陈露，喂喂陈露啊。哎呀，女人真是麻烦。妈，你以后别再给我送吃的了。那好吧。等我处理完一些事情，我一定回来。你还有什么事情？是我自己的一点小事情，没什么。你还有事情瞒着我？你说。我什么我？你赶快说呀！妈，我以后一定告诉你。我不要以后，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。妈，你原谅我吧。我已经原谅你一次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本来是个挺懂事的孩子，自从跟陈露他们认识以后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妈，您真的冤枉他们了。好了，我要出摊子去了。您听我说好不好，妈？你不要说了。你现在翅膀长硬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走啊。妈，我对不起你。
雨涛。哎，你脸色不大好，歇会儿吧。没事，阿姨，我还是先把这件陶器做完吧。这件陶器做好以后送给我好不好？阿姨，你喜欢？你这件陶器啊，要胜过我任何一件作品。雨涛，你的感悟力让我很吃惊。其实啊，我早已推荐你这件作品参加陶艺大赛了。真的？阿姨，我觉得我的资历还是太浅了。艺术是没有门槛的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露露，又逛街去了，给谁买的衣服啊？反正不是给某人买的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最近啊，蒲公英基金会又收到很多捐款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妈。啊，好了，你们好好用功，我出去办点事儿啊。哎，乖点啊，露露。再见，阿姨。再见。雨涛啊，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？不错啊。是吗？这是我给佳伟买的，我要把他打扮得超级帅。哦。对了，佳伟喜欢什么颜色啊？他应该会喜欢这件衣服吧？你不是爱他吗？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夏雨涛，你说话怎么酸溜溜的？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演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谁在演戏啊？当然是你了。你根本就不爱洪家伟，你胡说！我根本就没有胡说，你只不过是把他当成道具，故意来刺激我。洪家伟真是太可怜了。你住口，夏雨桐！难道我就不能爱上他吗？你别自以为是了，你以为我爱的是谁？你以为你爱的是谁？你爱的是……别再骗家伟了。我不用你管。你以为别人离开了你就不能活了？我不希望伤害到你，更不希望伤害到家伟。我没想到在你的心目中我竟然连洪家伟都不如。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陈露。你少假惺惺的，你不是怕我缠着你吗？我现在爱上洪家伟了，你不是就如愿以偿了吗？不，陈露，你别自己骗自己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我知道我很讨人厌，我知道我没有你的私家温柔可爱，我退出还不行吗？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不，我不要你和家里在一块儿。夏雨涛，你太过分了。这样瞒不过去的。你为什么那么说？因为你连我都瞒不过去。你是不是还喜欢我？我在你的心里是不是还占据着一块空间？陈露，你别老这么想。假如不是的话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在意我呢？你别再说下去了。我要说，我要你自己承认。雨涛，雨涛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，雨涛？对不起，我再也不说那些话了。不要说对不起，我只想说，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自己骗自己。我求你了，陈露。
别伤害嘉伟。你别说了。雨涛，我送你去医院吧，来。我自己去吧。雨涛，雨涛，我陪你去医院。七伯啊，哎，你说我摊子摆了多少年了？我捡了多少布了？十三四年了吧。以后啊，可能就你一个人在这儿摆摊子喽。你说什么？我从来没觉得像现在这么累呀。是不是雨涛？我老了，干不动了。雨涛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。危险到什么程度？危险到你随时都……你必须马上动手术。可我的钱还没有攒够呢。我来帮你借钱，怎么样？不，我不会接受的。那你究竟想怎么样？你怎么能漠视你自己的生命呢？不。我没有漠视，相反，我很尊重他。我觉得，生命不仅仅只有一颗心脏，它还包含着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。周叔叔，相信我好吗？好，那我就再等你一个月。谢谢你。如果到时候……你还攒不到钱，你还来做手术吗？我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我只知道，那时候我心里更踏实了。至少，我已经尽力了。蒲公英，好久没看见你了，你现在还好吗？我想知道你和你的男朋友最近怎么样了，能不能告诉我啊？你先回去吧。雪柔儿，这段日子我身边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我也有段时间没有去找雨涛了，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很忙，他在拼命地工作着，他要用自己的汗水拯救自己的生命，而我除了默默地等候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或许这种沉默就是对他最好的支持吧。哎，同学，你们放学了吗？我们早放了。早放了？对啊。哎，
我说玉涛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，没有就好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有人专门要收购你的画。什么？前几天啊，有两个年轻人看中了你的画，他们说了，你画多少，他们就买多少。就别哄我了，我又不是毕加索啊。真的。有人吗？有人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买画啊？我找他，孟叔叔。啊，玉涛，能出来说几句话吗？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啊，哎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叔叔，你还准备撑多久才可做手术啊？孟叔叔，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，你的事，思佳都跟我说了。思佳他什么都告诉您了。本来想找你姐姐谈的，我，不过我实在开不了口。谢谢孟叔叔。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你这么做是逃避，是对自己不负责，知道吗？我不是逃避，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罢了。你何苦呢？你有这么多好朋友，他们可以借钱给你，我也可以借钱给你。你实在不愿意，我们还有社会，我可以通过媒体帮你募捐。我不愿意这样。为什么？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？因为我不是小青，孟叔叔，我已经是成年人了。可是你确信自己一定能挣到那么多钱吗？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？我相信我自己。那好，我祝你成功。谢谢。老板，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我的画全卖了？哎，是啊，那两个年轻人啊，把你的五幅画全部都买走了。还有这种事儿？他们是什么人啊？哦，你等一下，他们还留下了电话。哦，喏，就这个。我打一个问问。嗯，行。喂，喂，怎么不说话？洪家伟，是不是你这个猪头啊？喂。老板，就是这个人买我的画，对不对？对，2000块呢。你现在能借我2000块钱吗？你借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这钱我很快就还给你。哦。思佳。啊。陈叔叔。这么巧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我在这边溜达，多巧啊，就碰上你了。你真巧。哦，你看，你送我的衣服都湿了。哦。思佳，来，把伞拿着。嗯。来。来，披上。这样好点了吧？嗯，谢谢陈叔叔。哎。那您再送我一段吧。那当然可以了。嗯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走吧。没事没事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你的钱。
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明天，你把我那五幅画送回去。你都知道了。以后，我不许你买我的画。可是，我就不能喜欢你的画吗？你如果喜欢的话，我可以送给你。但这都是你的劳动所得啊！我不需要你怜悯我。过来，不要被雨淋着。郑叔叔，我不太习惯。没事没事，雨太大了，别淋湿了。我还是自己回去吧。谢谢。思佳。啊，思佳。哎呀，来。喂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是陈龙的父亲，今年放尊重一点好不好？哎呀，你想哪儿去了，思佳？我也是你的父亲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18年前，是我和你妈妈在一起。后来，我被迫离开了大陆。那时候你妈妈已经怀孕了，怀上了你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在骗我。思佳，你好好想想，你妈妈为什么要反对你和陈露来往？因为陈露是你的姐姐。那你答应我，今后再也不要见陈露。为什么？他是我的好朋友。我觉得你们俩交往不合适。你妈妈担心陈露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，所以千方百计阻止你和他来往。思佳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再跟他来往了吗？为什么？小璐姐又聪明又善良，有什么不好的？思佳，我是你妈妈，我的话总不至于害你吧？我的话总有我的道理。陈璐早就知道了这一切。思佳，嗯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？你做我的妹妹吧。当然好啊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姐姐的。思佳，你醒醒吧，好孩子，孟庭轩不是你的爸爸，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不可能，你在骗我，你们都在骗我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思佳，思佳，这下，你开心了吧？雨涛，你去做手术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我去向我爸爸借钱。你别强迫我好不好？好，我不强迫你。我知道，你是个男子汉，你有自己的信念。为了你的信念，你可以不顾一切。我算什么呀？算得上一个过客吗？明天我不再来陶艺社了。为什么？雨桃，你冷静点。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比我更需要冷静。你不能走，我们不是已经达成协议了吗？
只要你病好了，我就离开你。别再说了。洪家伟，你给我过来，我现在很烦。哎，雨桐，思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来，进来吧，走。擦擦吧，思佳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雨桐，你自己没事吧？我就是有点喘，没关系。你快说，我问你呢。下这么大雨，也不带把伞。你看看，你身上都淋湿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于涛这人啊，就是这臭脾气。不过他好在听本少爷的话，到时候呢，我就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让他感动的嚎啕大哭。为什么不带伞呢？这不一把就够了吗？猪头，你看我这儿都湿了。那你就站过来点吧。我为什么要站过来啊？你不可以把伞拿过来点啊。那我半边不就是在外面淋着了吗？我管你啊。思佳，你赶快换上吧，别感冒了。出去，你换好了，叫我进来。你看我
像不像《雾都孤儿》里的小孩啊？我看你啊，像街头的小混混。哎，讨厌，说我像个混混啊！喂，你给我回来！哎，干什么？又不下雨，你还凑我这么近干什么？啊？一点都没觉着。哎，到了到了，快走。哎，你说雨涛要是看见我的话，会不会特别兴奋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哦，怎么了？别出声，别跑，里面好像有人在说话。讨厌，该不会是闹鬼了吧？这里边没。太可怕了！不但会说棒棒棒，我还会翻跟头呢。哦，你看你打不着我。都打你，都打你！哎呦！哎呦！好，妈你，妈妈怎么教训你？妈别吵了。哎呦！小狗它累了，它要歇一会儿。哎呦！哎，你就饶了它吧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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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现在认输呢，我还给你宽大处理。哦，小狗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小公主，然后她说：“小狗向你请求，给我宽大处理。”那你给我唱首歌吧。啊，唱首歌听。嗯，小狗他说：“哦，不不不不，你要让我忘笛声，我会忘；你要让我唱首歌，我实在不会呀。”那那就我给你唱首歌吧，好吧？好呀，那我立起耳朵聆听你的歌声。那你唱什么歌啊？我给你唱。想为你做件事，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，就是天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，看来人家是不需要咱们俩了。其实这也没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思佳干嘛穿雨涛的衣服呢？
别坐，那个地方很湿的。你坐，我也坐。天路，你别哭了好吗？真的别再哭了，陈露。猪头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我这不是在这跟友情客栈陪着你哭吗？气死了你！我看你在这哭，尤其是被别人哭，我心里更不舒服。你被别人哭，我为你哭不行吗？我是个帅哥，为什么没有人为我哭？我很受伤，我在吃醋。雪柔儿，我是蒲公英啊，你把我忘记了吗？今天我几乎崩溃了，我现在的爸爸居然不是我的亲爸爸，而我好朋友的爸爸居然是我的亲爸爸，我都说乱套了。总之，我还是深爱着我原来的爸爸，也就是那个不是亲爸爸的爸爸，谁都改变不了我。蒲公英，你还年轻，你有很好的未来，你什么都不会失去的。树儿在摇，月儿在笑，点点星光在闪耀，是在聊天还是在争吵？眨着眼睛瞧一瞧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他知道。
欢星月花树梢，像有情人爱似的在拥抱。这个世界静静悄悄，树儿在摇，月儿在笑，点点星光在闪耀。是在聊天还是在争吵，眨着眼睛瞧一瞧。你知道我知道他知道，一生一世会被幸福时光轻轻围绕。